你若是累，无你先休困嘛，我嘛唔知阮这加班改遐尼晚。了紧啦，尤美哦，这几年嘛真做辛苦的，那我都要到山岗后等你尽量做啦。不过永刚，都要愈大汉，精力愈来愈旺盛，我根本无伊的法啦。宪哥，你要让你先永康，你叫你创啥，你就创啥。我。对，我有吃。永刚，太多你阿姨就讲哦，我想计生理啊，足大汉了，你家己吃。你喂我吃。来来来，永康来来，哦，一定要吃哩，哦，来阿妈阿妈，乖哦乖。伊丢，你好受欢迎哦。哎，尤伟，我看你卡才电话有味啦，总共伊的想法回来哦，永康然后接困啦，叫明仔再过来接好啦。好。哟，阿爸子，阿姐好。哇塞，你总算回来呀。妈，永康。 妈妈来叫你转去啦，啊！你赶紧有乖无哈？妈妈好臭。姐，啊！你毋是咧加班啊？规身躯臭臭味啊！哎呦，我是替人客送物件去酒店，啊，了后客人留来做伙啉酒。姐，你是客房部的主任，毋是公关部的主任呢？是啥物人客啊？服务到酒店去？啊！你敢袂想无合理啊？优惠，食人的头路不比伫咧厝呢。 啊，尤其是阮这款饭店的服务业，不管人客要求外无合理，只要无违法，阮拢爱做甲到啊。而且你嘛知影，我需要这份头路，趁钱是永康啊。什么款的人客啊？你做这么无理的要求啊？是馆长。伊也不过伊无歹意啦，啊，伊甲我留来啉烧酒，迄是要甲我感谢，我替伊送物件过去。 在去我甲无良，才为着梦想社区伫咧管护区一条啦。啊，毋是伊着逼你伫咧酒店陪啉酒，这种人有啥物资格做咱的馆长啊？你莫误会，伊无甲我勉强，迄是我家己愿意留倒来。伊会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，就是伊毋对啦。搁再讲，酒店迄款所在，毋管有啥物理由，伊是做馆长的人呢，要哪会当去啊？再有会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舒压方式，啊，政治人物压力有偌大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啊，无的确。 咱这馆长就是介意去酒店输一个压力，才无啥啦。啊，而且拄则是因为馆长看我有一点啉酒醉，惊我出代志，才会坚持送我回来。你家己较细腻，规定我就是感觉伊无好心啦。你放心啦，人要骗我嘛是骗迄款年轻小妹妹，哪有人要骗我这款有囡仔的妈妈啦？啊，好啦，今日多谢恁照顾永康，我才有空来等啊。啊，永康，不聊。 这里就准备上面。够了，尤斌，我上面。加油，李工，谢谢。李工，谢谢。我出来，我出来，我出来，我出来。嗯，我出来，我出来。